shit.好的，欢迎回来。这次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子的改装啊。上次已经有改到满了，再看一下好了。它一样有护具的升级，然后刹车系统，然后引擎的部分呢，一样是有四等的。那车灯也有，但是它没有底盘。那这个涂装的部分呢，是大部分是迷彩色。好，来换个颜色好了，感觉都没有之前选的好看了。那我就照旧吧，喷漆又给它换个颜色好了。啊，这是不是要选隔合金啊 ？OK， 不晓得好不好看，等下出去再说吧。副色调 ，OK， 副色调是枪管的颜色。啊，先这样啊，先这样哦，只觉得亮点就好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帮会是在哪里 ？OK， 正门。驾驶座的地方啊，变速箱，它一样涡轮，车轮是什么？它只有烧胎啊，强化胎、防弹的烧胎烟雾，给它改橘色好了。还有车窗颜色，有什么差吗？就比较暗而已啊。好，先这样，我们先开出去。好，我们来实测一下这个多管火箭筒，它一次可以发射五发，那它也可以发射单发，可是它好像不能瞄准啊，对一般车辆没有瞄准功能。然后重点是它有死角，你看完全打不到。啊。正面的话就必须要绕过我的车头了，然后只能往上面打。死角还蛮多的啊，这台车，然后终于打到一台车了，上面人掉下来了。OK， 这台车。火力还蛮猛的啦，就是死角很多而已。喜欢就去买吧。喜欢我的影片啊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